我也有比较喜欢吃大蒜，所以我让他们拿了这么多蒜。没有，好独特，好奇怪。那个今儿呢，我也不知道，来到了一家韩国烤肉店，也没啥可介绍的，反正就吃就行了。对，我们点了他们家比较特色的一些牛肉啊，而且有很多吃法，到时候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。对，好吧，可以吃了。我告诉你，拿一片叶子，再拿一个苏子叶，开始加这个肉。肉，这样先蘸啊，这边有香油碟，有香油。完了，还有这个，蘸的大酱，都蘸一下啊。蘸完香油，根据个人口味来。然后那个蒜，来一片蒜，搁上去。这边还有好多小的小菜啊，就是这个萝卜丝放上去，泡菜，再放点他给的这个葱，一包。哇，这个有点大，一口塞到嘴里。哦，一口啊。哦，一口啊！我天哪，这我这个塞，那一口感受，我示范完了，我就直接，因为我只爱拿这个，拿这个苏子叶蘸，好独特，好奇怪，味道不好吃吗？好吃。主要我还点了一份这个，但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因为第一次拍也没什么经验，记录一下，说是什么烤什么牛肉锅啊，牛肉。味道好独特，对吧？辣椒蘸那酱也好吃。辣椒，我又比较喜欢吃大蒜，所以我让他们拿了这么多蒜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对吧？哎，是这么说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，啊，是吧？你好，今天主持。那谢谢。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好给力！很辣吗？不辣，就是看。是吗？不辣。不辣。多吃辣椒好，维生素特别多。哇，你我这一侧全是维生素。哎呀，我这一侧啊，像这一侧维生素，我跟你说，咔就全没了，全是你的。我这有点过分了，我这吃不完那个。必须得吃完。但你们两个也要适当分担一下，好吗？可以可以。葱，我有一阵特别喜欢吃那什么，东北那个蘸酱菜啊，它蘸酱，天天蘸着生吃，拍戏一嘴味儿，一嘴的，一嘴味儿，对我都不好意思自己说话。就等烤肉上了。你慢点，你半碗米饭吃完了。我有点饿。你还能吃肉吗？不能吃。可以，你看一下。看到没有？是刚上的。红格肉。不是。来一片，直接蘸香油。你别不要菜。真的好省。直接吃，纯香油。你能吃的有香味。看了。喝你口汤，我这还没放完你就不好了。
你这，我看有点盛不下了，就先能盛下，能盛下。你们，我不管了啊，不管你们了，我先吃。哎，没事。老往我脚底下掉。嗯，对。我的山药，我的烤山药。啊。哎呦！哎。今天周，咱能聊句话不？我坐这儿是吃，不是捡。再掉下去的。对不对，我的不会看我吃这么狠，人家呢不减肥了吗？我就是胖怕玩吧，胖着玩啊。噗起来了，哎，噗也回去了。噗起来了，噗能一下起来，哎，我胖了吧，哎，我就瘦了，噗一下起来了，但回去没那么快，得好久。我没回去，要不然再来点别了。谢谢。萝卜条给拿过来了，又给我们上了一盆萝卜条，一人一盆，又给我们上了一盆子的葱。这盆我们也吃完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仨吃完这一顿饭出去都没法张嘴。不是，所有的都错。我现在不怕遇到吵架的，来吧。你知道什么叫鸡贼的朋友吗？鸡贼的朋友就是在加肉的时候，别人加一块儿，哎，你给你加两块，而你加两块，没事，这就是鸡贼的朋友。就是你要知道啊，就是还检查，还检查一下是吧？那其实我刚才也加了两块，我一直是在加一块，人品咔高下立判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两块好，然后香，刚才这汤还不错，就得配米饭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可以单喝，他那个得配个米饭，他也得配。哇，又来了一份，吃不了打包。我能吃完。真的吗？我还有冷面的，每次来都吃特多。你这汤都快喝完了。对，你说冷面，我又这汤可以撤了。冷面还有地方，没事。是吗？你给大家看，我们的肉又来了。哎，你这米饭都快吃完了。已经吃完了，我们还喝可乐的。哎呀，走，玩一下。我以这个角度啊，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角度是为了显我脑门大，为了展现一下我锃光瓦亮的脑门。来吧，你来，我就不吃素食，我就纯吃肉。哇，贵肉太好吃了，蘸酱香油真的很香。其实横膈肉不是牛身上很好的肉，对，部位。咱这边是吗？对，它不是特别的那么的火，就是入口即化，它稍微有点嚼劲。但是嚼劲刚刚好。对啊。又不是特别柴。什么是柴啊？柴就是这个全是瘦肉，特别难咬、难咬、难嚼，这叫柴。柴，哇，这肯定好。你看这边，还有，那不是标准吃播展，是不是这样吗？哎，看我这个，你看，还有肥的，哎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嫩，香，还带甜，哇。这是他们家的。这个肉有点薄，就是薄，跟咱们第一锅吃那个一样，是吧？但它是酱了，已经刷了酱烤了，有调过味儿的。尝尝吧。所以不用蘸酱吗？那这个蘸的是这个，红色的，这一大块肥的，这基本上没有瘦的，挑战一下，纯肥。哇！加个蒜，
它有点纯粉。哪块是纯粉啊？我刚吃那块，但很香。哦，全是油。你老夹叶子吃，你不会沾地儿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么吃，怕你付不起。哎妈呀！你吃。咱们其实可以上冷面了。可以上了，可以上。嗯，上冷面了。可以上冷面了，做两个水冷面。还有我们现在特别想。幺幺幺幺幺。哎，水冷面上。上水冷面吧，两个迷你水冷面。完了，我还要调料，调料，白醋、芥末、冷面酱，还有剪刀。啊，对，剪刀。可以剪一下。哦，但迷你的就不用了，其实迷你。吓我一跳。不是，怎么还要放剪刀吃吗？这是一个传统还是一个神话故事？我有点撑。你说谁是最强王者啊？最胖那个呗。最胖那个呗。我先走了啊。我先走了。我是最能吃肉的那个呗。没有，我知道我要等什么，等冷面上了。冷面上了，我待会还再教你一个吃法，留几块肉，放冷面里。你先等冷面了。不是，不要卖关子好吗？留几块肉干嘛？等着呗，你先吃，我先等等。哎呦，这边先烤烤。我现在已经放空了。放空，放空啥？就目空一切了，就是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吃爽了呗。对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你那碗米饭吃的快。嗯。哟，咱其实每次老师咱吃的，其实如果把肉都能吃完的话，咱光肉已经吃六人份了。我点了六份。轻松。吃了六份。愉快。就是纯苏子叶其实卷也很好吃，就我就喜欢吃纯苏子叶卷的，我觉得没有别的生菜我都 OK。 对，不能没有苏子叶。其实啊，大家可以试试，就开始吃两三片生菜之后，基本后来就全是苏子叶。 对，因为菜其实起到的作用是包裹嘛。嗯，但苏子叶能提供一个特别香。如果只吃苏子叶呢？很香很香。你来一个。来一个 OK。 挑战只吃，其实还是挑战无表情吃苏子叶。这能有啥表情啊？来个生菜。我觉得你上头。你让陆老师挑战一下。哎，别，我们凉面来了。这个是那个芥末，黄芥末，整个味道太淡。天哪，芥末很爽，很爽。哇，那这么看啊，嗯，吃哭了是吧？妈妈，我想吃。对不起。